的这台是华为 Mate X5 白色的，当初的时候它市场炒到18000，现在的二手行情完全跌到官网价了。来看一下这台机器，这台机器跟新机有什么区别？你看看，这机器成色挺好的，没有磕碰的，看成色也是嘎嘎完美的。款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以省掉一点。这台机器跟官网的区别就是它是一台准新机，但是性价比是蛮高的。如果你自己去拿的话，还是拿不到新机的，现在外面还是要排队的。在二手市场呢，这个柜台这里它就可以直接取得到现货，你看，而且里面的配件还是一起带有。你看，来看一下，哇，这配件。绝对是个手机壳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一个手机壳，哎，怎么带了两呢？啊，那个自己用的。用它我的老板都是用两个壳的，可以装起来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哇，充电器，这充电器还没使过呢，66瓦的充电器哦，充电5分钟，充啊2小时以上，真的很快。起飞的这台机器，而且成色又这么亮，哪位老板会不喜欢呢？ Mate 5上手排面嘎嘎完美，遥遥领先呢，遥遥领先。打个电话看看漂亮不？漂亮。哎呀，当时那个气质就拉满了，对。上手气质拉满的一台叉五啊。可以了。